再来看到是现在的乌俄战争的局势，就是乌俄两军在乌东的这个苏勒达尔小镇是正在激战当中，所以目前泽连斯基表示仍在乌克兰的掌控当中。我们看到呢，这个小镇是遭到猛烈的炮击，而乌克兰的空降部队是依旧还是据守的，并且让俄军是遭受了重大的损失。而另外再看到这是在巴赫姆特方面是有较多的炮击，不过同样也都是在这个乌军的掌控当中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